我们养这个水产动物，调理好这个养殖水体，就是外环境的动物体外的外环境，和维护好这个肠胃健康，是关于其他动物的内部啊，这内部，我们想办法在水产动物啊，外面也好，你杀死也好，啊，这个内外环境平衡与协调，啊，怎么预防减少啊动物这个疾病，促进健康三角和提高繁殖力。我们经大量的实践证明，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，也是水产三大健康领域的核心技术。我问你们是什么病？就是给这个龟里面是这样，啊，不动，粪便不正常，患什么病？什么病啊？不是啊，看了，现在这个症状都是共性的，感冒、肠炎、啊，肺炎、肝胆病都会有这个症状，啊，都有这个症状。对不对？都有，都会出现下面的症状，所以等等根据下面共性症状是很难判断这是什么病的，是没办法判断的。但是你们是怎么样？我江口呼吸肺炎，打针喷药，啊，这个不动，还有拉人，这个方面不正常，强点，关掉打针，都是错误的。我跟你讲，最后一块是要结膜，就是会是肺炎、脂肪肝病，啊，这两个也是脂肪肝病。因此，有正确诊断肺病的，必须按进行肺的手术诊断程序和采用科学的诊断方法再来诊断。接着是。肺病诊断的关键技术，也是提供肺病治疗效果的关键。这个程序为啊，这个是我们水产动物疾病诊断关键技术。我们用肺做代表来讲，其他水产动物，你杀蟹呢，一样的，扎肠的也是一样的。疾病防治的方法，对吧？这个环境一课是我们同心贵宾行业这么多年，还有董博士同心贵宾行业啊三十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在养杯养鱼养虾难免啊会出现有这个疾病，那一般有病不可能不医吧。那如果产的太严重了，没有价值了，我就放弃；还有价值，我肯定会去医，啊，用最小的成本，啊，挽回我们最大的损失。那龟的症状啊，就是四肢无力、肛门红肿，啊，或者排便过臭，还有你说出血、排便便粪中带着有直吸。我们说吧，你要看我们承认的直臂，你要看，不要先看这个病因病径，我们承认治疗，要查清楚这个腹烂病，一个腹烂病，哎，有什么引起的，很容易的感染，特别是小龟啊。啊，这水质不好，马上就会感染。那我们也要是弄清楚那个病因。研究清楚这个白眼病医治不及时，进一步恶化，会强加的啊，引到肺炎。因肺炎呢是白眼病比较强的一种疾病，不及时医治，那想说别的。好的，我们来回过来，我们解剖一级，我们看里面都是肝肿大，肝啊，脂肪肝、
肝变色了就黄色了，正常的肝像猪肝一样的，那变色了坏死了就痛的碎了，那种啊不要严重了，肝那个肝已经失去了那个功能了。对对对，好，一二。